大家都知道的，他对我们协会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也付出了很多，也奉献了很多。特别我们每次的活动，他都给我们大力的支持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的王培忠顾问，他是医学博士啊，还是纽芬兰哪个大学的终身教授，好，也是我们协会的顾问，一会儿他会给我们带来 surprise 啊。好，现在我要介绍我们北航的会长王金洲，看看，他也是只要我们协会有活动，必有他，他是我们的坚强的 support。好，我们的终身荣誉会长，也是我们的第二任会长，沈倩妍女士，上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名誉会长陈玉芳女士。我们协会的顾问铁木尔先生，实际上他是赵先生，我们喜欢叫他铁木尔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食品赞助商威廉，他带给了我们很好吃的食品。今天不知道怎么介绍你，您自己介绍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S1 酒业的 Susan， 我们产的是选用伏特加。好，看到那两瓶漂亮的伏特加酒吗？啊，一会儿这是我们的奖品，感谢他的赞助。好，我们北科大的会长曾会长，冒号一下贾会长贾正杰，我们的李建国会长，哪个会长？沈阳工业大学的李会长。好了，我知道我们有一位头低的，算了，他害羞。好，我们番茄商城的创始人陆怎么称你好？陆建中啊，你看今天他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棒的奖品，女士们特别喜欢啊，一会你们会知道揭晓。好了，我们晋商总会的刘俊德会长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社团大名鼎鼎的史安迪总监，专业人士协会的史总监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国家人，清华校友会南安省分会是吧？会长刘伟，说是国家人，我还能叫他公公对吧？好，我再介绍我们清华校友南安省分会的副会长李冰冰，也是我们护理协会的终身会员，我们的骄傲。一会儿听他唱歌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福建师大会长，校友会会长，看得出来是谁吗？陈汉军女士。我以为漏了谁啊，你们都躲在后面，我都看不见了对吧？很躲在后面啊。还有人，还有没人我漏的？有哪个会长我漏的介绍的？没有啊，没有我就抱歉了啊，谢谢。好，非常高兴，我们的2019年，实际上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不光我们妇女协会自己做了不少的活动，比如说我们结束女性颁奖啊、联欢会呀、三八活动啊、一些讲座呀，我们还支持了非常多的社团活动，比如说我们华民团体联合总会的各大活动啊，那个全家华人团体联合会的七纪念铁路华工的大游行啊，我们支持了非常多，我们做了非常多，包括我们社区中心的自己的活动，而且很骄傲的告诉大家，今年我被评为这个社区中心的社区领导奖。这是我们这个
所以我是第十位这个社区的获奖人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华裔获奖人。当时那天活动时候，他们叫我的名字，叫我上台的时候，我真的云里雾里，不知道叫我上台干什么啊，只是说 Mary where are you come here， 我就匆匆忙忙跑上去了。我看看刚才还是那个 Mary 叫的，哎，队长怎么在叫你？我冲到台上去，拿一个台铁站在这边上，我说这是干什么呀，拍下讲话。还好我讲的话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哈，啊 just like walking together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make our community center peacefulSuccessful， 就讲了这些。后来前两个星期我才看到那块牌匾在我们那个展示板那里头，我一看，哦，原来那天叫我领的是这个奖，所以很方便啊，因为他事先没有告诉我，他们这个奖是等于这个社区的领导内部评选的，就我们自己所有的人谁获奖都不知道。所以就是你看获奖的五个月之后，我才看到哦，我的大名在上面，不敢大名小名在上面哈啊，开玩笑一下，这是真的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的骄傲啊，我们这个哎，好，介绍一下我们的邱雪阳老师。我们的邱雪阳老师是我们艺术堂的老师啊，他非常辛苦，每个星期啊，就是说。风雨雨里，再大的雪再大风雨啊，只要我们在他都在。另外一个我要非常的感谢我们的 Mary 嘛，看到没有，她真的是我们社团的骄傲。然后呢有一件事我非常惭愧，也非常觉得很对不起她。为什么呢？每一年我们妇女协会的义工奖的时候，我竟都把她给忘了，但是每个身影都有她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想，哎呀，我必须给他打一个义工奖，下次一定不会忘了你。他是我们的终身会员，你看我们妇女协会的每个活动都有他，他绝对的，只要我们活动有活动，他就推掉别的活动来支持我们自己的活动。所以非常抱歉，但是我要说一声，跟你抱歉啊，下次绝对不能忘了你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会员。就是说我们每次协会自己颁发义工奖的时候，大家勇于推荐啊，不要到了那时候我的事情一多就忘了。当然这事情一多不是我的理由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就是说pay attention在里头，把我们身边把我们协会的会员付出的，就是努力付出的努力支持的这些会员推举到我们理事会来，是吧？我们不能再漏掉任何一个在努力为我们协会做贡献的会员。好，我今天就不讲太多了，因为我们要有很多的活动。再次感谢大家，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商、社团领导和我们的顾问，还有今天到场的所有各位在这边啊，也希望大家 enjoy 今天的活动。我们今天活动分了三个部分，一个后面的有很多小吃，大家去领取啊，就是说随时去取，反正我们就是说娱乐吃与一起啊。然后呢，下半场我们还有交谊舞会，希望大家 enjoy 好吗？一二三，完了以后就我喊完三，大家就说新年快乐。来，一二三。